藏经卷六十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一。修行，修行要达到目的了，就是正，正了才说明你有修行。说那修行啊，没有唐丧，不是白白的修行，要正了果了。正到了之后，才能证明你所修行的呀，对呀，不对呀，不对你证不了，对了就证得了了。那么修行的功夫，等到你证得之后，才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所行不悟，说你所做的呀没有错误。那我们这个修行怎么显啊？怎么显啊？搞正了显的，正得了之后显的。而我们定一位这个老修行，修行的很好，不见得。说他正得了，正得了，真正得到了，才说明他所行的呀是真正的正确的。啊，我所行的跟他所证的不相符合。例如说，我们说我们这个好多同学的道友们啊，而社会上的乃至一些读小学、读中学、读大学，都说呢，是为了去到社会工作，是为了行，而行啊。但是他在学校所学的，到了社会上去，必须得经过一段时间历练。往往的大学毕业了，拿到硕士了，拿到博士了，到了社会上去工作起来没用，就是他发挥不出来，等于没作用。例如说，我们讲大乘大济十轮，好像是很一件事一件事跟你说什么是正了，你存的有什么毛病啊。那华经就告诉你说，你要正入解脱海，入了法界，那得看你行的验证一下吧。对，同时我们以前所有三十八品，所有前头所学的三十八品，都是从事上说，或者理上说，或者事理无奈说，或者事在无奈说。但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啊？那所说的法得验证一下。验证一下，善财童子啊，他得给我们验证了，重出发心，乃至这入了诸位，一信一信，到了入了住了初住菩萨，就不退了。从初住到实住，完了进入行，真正修行，完了把自己的所修行的一行到实行，我回向给众生，回向于佛国，把自己从信心所有的修行，我说回向，回向佛国成佛，回向众生，愿众生都得解脱。因此善财童子给我们历史证明，一件事一件事的，一位一位的证明，来证明，证明啊所修行的所有升起的信心
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。要从他修行来说呢，一直到他最后入法界，本来入了等觉位菩萨了，参完了大宝罗阁，成为弥勒菩萨大宝罗阁，入了等觉位了，跟弥勒菩萨味道同等。但是他正到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呢？从开始发菩提心，如如不是劝他度了他发菩提心，回果把这个果回来，回顾于因，初发心识。华严就这样讲，初发心识成正觉，从中一发心就成了佛了。在中间经过的无量劫那都不算了，成了正果之后，这果怎么来的？因来的。从哪儿来因来的？从文殊菩萨那儿发心来的。完了就回国验因，回国验因，就是从这个果呀在验证以前的因。这个叫回果向因，把你所证的果再从开始。因此弥勒菩萨叫这个善财童子再去唱文殊师利。那文殊师利呢劝善财童子唱普贤菩萨，那你等到经文里头就知道了。善文殊菩萨叫普贤菩萨叫这个善财童子参普贤菩萨，就在菩提场。善财童子到菩提场求见文殊菩萨，见不到。那个时间呢，不是人间的时间，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见到文殊，见到普贤菩萨。这普贤菩萨才给他说，说他入法界一片一片的，这到经文大家就知道了啊。这是这一品的大意，说你行的功夫已经特别深入了，什么深入了？脱法进行成就，依托法。依托的佛所说的法，啊，完了必须得有人呢。拿善财童子来做证明，那么就从善财童子从这边学习。现在你发了菩提心了，一位一位一位，到此入法界。这个到了这个入法界品。这是华严经的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以人来证明。但是讲华严经的人呢都愿意听入法界品，什么呢？像讲故事一样的，每品都是故事，就是故事，一个一个人。你看那些善知识啊，一个一个个性，人有个性啊，大菩萨都有个性。他是这门入的，他是那门入的。本来是善财童子参到弥勒菩萨，已经等觉了。妙觉还有很多问题，所以善财童子再重新参普贤菩萨，全是妙果的。这个华经总说五洲四分，五洲四分，这咱们前头都讲过了，五洲四分。那再有最后了，到这最后了，借人证入，借着善财童子先证入法界。华
安娘是讲成佛要证入法界的，啊，证入法界来说的一位一位一位广大行，广大行，修行一位一位的广大行。咱们看那三世童子是一生啊，这一生是无量生啊，这个三子到那三子时不是人间计算，那人家年限计算不可能计算，这样来理解，讲讲什么叫入法界，什么叫入法界，解释法界的名字，再解释这一品的名字，名字，而诸佛菩萨那一切善友，一直善财童子以及那个佛菩萨的所参见五十三参的善友，证入法界。一人证入的，差一个善知识证入一份，差一个善知识证入一份。这依着普善知识说的法而成就他的道德，证得的佛德。都是一人证入的，参一个善知识入一位，参一个善知识入一位。所以这一品的来源，这一品的来源啊，是误解，开悟了，理解着，开悟理解了又讲修行。一位一位的修行证入了，证入什么呢？法界，法界就是说证之法，达到四世无奈，法法圆融，法法圆融，那叫入法界品，入法界都很懂，但是这个界呀、咱一般的讲戒，世俗间讲戒，界限意思了，有个界限啊，国跟国界，省跟省界，乃这一村跟那一村界，就是一种讲法。法界讲这个戒字啊不同了，法是指是心说的啊，一心法，一心法，那么这个心法。有没有界限呢？没有。心怎么升起的？心法怎么升的？说界生。这个意怎么解释呢？心本无生，因境有。这个界呀、有等境界相讲。一切法本来不生，心本无生，因外头的环境。也借有，但是有没有我们如果执着说我有没有我人我法我两种我，两种我就是性，智性的性啊，智性的性，这是法身性啊，法身性，一切众生，一切诸佛菩萨不过是一个性，性的含义啊，性义。说这个界啊，就是性，性的义就是性的义。讲这个法界的界，它含着有多义，第一个是性义，性义啊，体性的性啊。第二种义呢是因。因，因能生起，缘能组成。因呢、一切圣人，从一开始的四面出法，要人要法，都是缘起而生，缘界而生啊，就是界啊，缘界而生。这一个是性义。
一个是仁义，还有一个仗义。仗者就寒碜意思，寒碜的意思，这种境界相啊，不是一些众生所能圆得到的，圆起，众生圆不到，生不起来，也不是二乘人，也不是凡小所能圆起的，一切虚妄之法藏起来了，好像隐藏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凡小二乘所不能圆，这个仗义是凡小二乘所不能圆。咱们经常刻着如来藏啊，什么法藏啊，什么这个藏那个藏，就是寒藏的意思啊。但是这个藏义呢，凡小二乘所不能圆的，说咱们众生圆不到的，就这个戒啊，戒的第三种含义啊，就是性义、因义、仗义啊，这个仗义啊，这个仗义都是大乘菩萨才能圆这个仗义的，凡小圆不到的。真实义，真实义啊，因为这种的法超过世间法，超过世间法。如果以世间法来圆这种义，圆不到的，圆不到的，就圆戒的义啊，这戒的真实，还有甚深义，甚深义啊，要想与这种法界相应，那把你的性体都成为纯善，清净的善，清净的善，性完全成清善，没含一点远意，一点演意都没有了，纯净的善，与纯净善相应，就是你心与法界相应，这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，这是这个记全是离法界没有事，界就是由是缘，说法一切心法也真如之法啊，依这个境界相，依这界而缘成的，界能升起，界也能成就。说法界的界跟世间所说的界，世界此经彼界界限的界完全不一样的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呢，是法界的界含着五种义，你把这五种义记到，一是性义，二是因义，三是仗义，四是真实义，五者甚深义。就是这个五种义即是法，戒能生法，这个法呢是如来的真实性，性法性空的。因此戒像大地的戒一样的戒啊，它能支持一切法，持一切法。那分界讲说这个界限呢不是那个界限，说山西省就是山西，不是河北，河北也不是山东，这是界的义啊，界的义。说这个义在我们佛教讲说多含义，通事通理，没有分界的分界，本来没有分界的分界，就是法界。这一品的学这个入法界品，要达到什么境界相呢？什么是他的目的？
学术法界的目的什么？词品的宗旨，词品的含义，一下就解释到宗旨，学术法界品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趋向于什么，怎么样显示，显示什么呢？把这一品呢显示很清楚。一切法不离于最初开始都是有为的，开始是有为的，从有为达到无为，有为升起是一直无为来的，无为如何显示呢？是靠有为显示的，说有为界法界，无为法界。但是以有为以无为俱生，一切事物都具中两种啊，有为无为都对，有为无为都不对，有也没不是，无为也不是，但有言说都不对，有无也对，无为也对，有无也不对，无为也不对，俱是俱非。所以带这个宗旨的目的，学华严的目的是断一切的世间相。世间相是有为，成就无世间相。无世间是有为，是无为。有为无为都不对，但有言说都不是意，这就是入法界无障碍。大概你解释这个华严经的总要的时候，一切法无障碍，那么这样说可能还不能深入啊，把有为先将有为啊，因为说时时所知诸法，有法相中啊，法相所以一时，所有是诸法的种子，种子是阿赖耶，它也叫法界，把这种子是阿赖法界，也叫法界。说这个就经常说，在文殊说，无始时来界。那这个界就法界，这个界啊，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总义，从无始，从无始以来啊，这个界就是因，一切法都因而生成的，这是界之体，界之体。但是这地儿不能要法身来讲，不要法身来讲。国将界第一种啊，二者呢，三世之法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法，他们的边界，他们的差别，这也是界义，通名为法界，法的界限，三界诸法的差别，它是有界限的。而我们这不思一品啊，不思一品所讲的一切诸佛直到过去的法界悉无有余，佛的智慧啊都能知道，没有分界的分界，但是过去不是现在，现在不是未来，但是过去即是现在未来，现在即是过去未来，通的，就是学华严已经达到这个目的，但是是有为法界，无为法界呢，
有性体纯净讲性体，性体是清净的。我虽然是凡夫，性没失掉，性是清净的。我们刚才讲离世间呢、啊，刚讲完离世间，离世间是对治法对治。对治是以静对言，那静法熏习言法，言还成静，一切言法都变静法了。但是随你观想的前身，观想上，但这个道理，可能给大家举个例子讲啊。现在我们出了家之后，在寺庙里住，似乎是跟世间一样的，一天也是吃饭呢、啊、穿衣服、啊、睡觉啊，不一样了。你这个穿衣吃饭，它从眼变静。如果你不愿在不是做了，或者还俗，霸道还俗。那就从眼还静，从静还眼。本来你到静法当中，你又念念法眼法不放不下，又回去了，就反还静取眼。静法就是了，眼睛上了，是凡位说的啊。但是不管他取眼也好，取静好，只是一个性。性体永远是清净的，就是咱本具，每人的本具有佛性嘛。这在华严讲啊，真空，真空觉相等同一位，随便你随缘不随缘，永远如是，真空。真空不空，或者随眼缘，就变成眼法了；或者随境缘，就变成境法了。不管它随眼随境，真空的永远是静的。但是我们要离，也是些本具来的啊，又演了很多眼，所以叫离世间。离世间呢，离一些垢，把一些垢眼全都离净了，这显净。最后又回来了，入法界。入法界，一个是随相的，随一相法门的；一个是无相的。随相讲起来，五蕴了、受想行识了、一切种种色了，那就多了。六尘六根，六尘六根呐、啊，六识啊，三六一十八界。但是同名为法界，但是这个法界呢是随相门，随这些相而说的。说一切障无障碍，不论在眼在境，一切无障碍，我一心法界。这咱们听大乘起行论讲的啊，心生灭门，心真如门，就是一心法界分作二门，含着两门，都通达意，通达一些生灭法，通达一些清净法。这是不论有无无为。统统是法界体，真入门也是法界，心舍门也是法界，但是心舍门们说一切言法，叫生灭门；心入人们舍舍一切法，一切净法，叫咱们现在所学的学净法，消灭言法。灭除严法，
眼呢、啊、和劲啊全是一心。那举的例子说呢，水上起的波还是水，波呀浪啊无非是水。那把法界来入立为有为或者立为无为都不可以。咱们现在所讲的入法界品呢，所要入的非有为，那么就入入无为了，也非无为。在解释当中，立有为门或者立无为门，立无为门不可以，立有为门也不可以，二俱不立。二俱不立，有多大的形式来说，理没有无缘之理，所以不是无为。法界的性体本来平等，本来平等，说缘，因何缘起？是因着性体而起的，没有无性体之缘，所以它不是有为，也没有无缘之理，所以它不是无为。说这个法界体呀、啊，什么样的呢？离相，这些相法有相之法不可以，也离性，纯粹说性也不可以，非理也非是，不是纯理也不是事。说言语是达不到的，靠你自证，证者呢证到了才知道，证无所证。这次是一个是达到了从有障碍达到无障碍，就是讲有障碍的时候，无障碍时候达到无障碍了啊。无障碍是什么意思呢？因合法的无障碍。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，人世间呢好像在人家四处都是障碍，都是障碍，随哪一缘就把你障住了，你通达不了。因此呢，要想达到普摄无障碍，那生灭门，一切所有的景象都摄入到无为之如门。消灭一些障，随一切的缘呢、啊，都是障啊，不随一些缘，达到性体了，达到性体。所以在善财童子，他除这一些障碍之后，他看见所有的山呐、啊，所有的海呀、啊，所有的世间形象啊，唐鱼啊，无蛇呀、啊。都叫入法界，入到善知识，那个善知识住所，随所入处都叫入法界，叫普摄，普摄一切，就是法界普摄一切门。另外呢，本身就是圆融的，要入圆融门。四没有分际，在任何事上，哪管一微尘，体积很小，能摄一些法界。说有做一微尘的免大法轮，有这个含义，微尘也不小，法界也非大，能入无量的佛的刹海。为什么把这一微尘变成法界了？
法界非大非小。一为臣入世，臣臣都入世，这叫什么呢？圆融门，圆融无障碍。这是法界的玄义呀、啊。大家出听了呀，咱家是不大什么舒服，听不惯。玄坛当中啊，非常玄妙。例如把这篇的玄坛，入了法界之后，没有分别了。什么叫人呐、啊？什么叫三？什么叫男呐、啊？什么叫女啊？在家出家了，神呐、啊，鬼啊，三途六道、啊，一切都没有了，都入了法界了。这叫入法界。十法界都没有了，入了法界了。不论人鬼印何物，都入了法界。这叫什么呢？一切成就。人和法同时融到一起，平等平等。这叫什么？无障碍法界，无障碍法界，一切无障碍。这宣传的意义还很多了，这个讲多了大家听不下去的了，越来越深，越深越玄，越深越玄。咱们依着正文来解释啊。尔时世尊在斯勒伐国斯德伦吉古独园，咱们就说简单说起源。佛讲经的时候多在起源公社，就是斯德伦奇肉吉古独园，大庄严从阁，这不是人间景象了，那也是人间。但是在华严讲世尊，印度话呢叫波切梵，尔时世尊，各个经论讲这个就是尔时世尊呢、啊，讲的都不同，都不同，包括有六种含义了，世尊，包括自然意、知圣含义、端严的含义、名称的含义、吉祥、尊贵，学术一些功德，理论上是一些三角方面。利益世间，难落有情，这是尔时世尊说这样的波切梵就是佛，佛就是佛，说佛呀，在这个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因缘成熟，说华严经的究竟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到什么时候了？都达到弥勒菩萨境界了，入法界嘛，都入了法界了。法界是自在的，说佛界是法界，是至圣的，智慧光芒遍满法界，端严义，无相庄严，无尽的相好。吉祥、尊贵、名称，国家是世尊。说佛呀，在斯勒伐国，简单说就吉古多元啊，吉古多元。但是大宝、大庄严从阁，这个就是人间所见不到的。
这个大家在别的经论都常讲了，常讲了啊。这个时候与菩萨动，菩萨摩诃萨，500人。这500人呢，不是一般的菩萨了，哪些个呢？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而为上首，都是文殊普贤一同等的这大菩萨。起名曰光焰藏菩萨、须弥藏菩萨、宝藏菩萨、无障碍藏菩萨、火藏菩萨、离垢障菩萨、日藏菩萨、妙藏菩萨、离尘垢藏菩萨、普光藏菩萨。这是上首菩萨啊，其他500个菩萨都不一一说名字了，不一说名。这个每一位菩萨又有10个相同的菩萨，10个相同的菩萨又有10位相同菩萨，重重无尽。但是这个与菩萨摩诃萨500人众呢，就是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同等的菩萨，都是等觉位，大多数都成佛而后示现菩萨，还有地威力菩萨、宝威力菩萨、大威力菩萨、金刚藏字威力菩萨、离尘垢威力菩萨、正法日威力菩萨、功德山威力菩萨、智光营威力菩萨、普吉祥威力菩萨，都是威力菩萨，9位威力菩萨，下都是藏菩萨啊，一类一类菩萨，地藏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莲花藏菩萨、宝藏菩萨、日藏菩萨、净德藏菩萨、法印藏菩萨、光明藏菩萨、几藏菩萨、莲花藏菩萨，是十地，都是表大地的，以地藏菩萨为首。普眼菩萨、净眼菩萨、离垢障眼菩萨、无障碍眼菩萨、普见眼菩萨、普观眼菩萨、青莲花眼菩萨、金刚眼菩萨、宝眼菩萨、虚空眼菩萨、喜眼菩萨、普眼菩萨。虚空，虚空有眼吗？菩萨证得虚空了，一切虚空都是他的境界相，表什么呢？眼表什么？理解的意思，行解行证嘛，心了要先明白嘛，说一切法都能解了，同时眼睛是照的意思啊，照见一切皆空。咱念观自在菩萨心经时候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照眼都是照，实眼菩萨表智慧的，但这些菩萨都圆融了，咱们这眼睛光能看见前边，后脑盒看不见了，照前不照后。菩萨的眼睛不是这样吗？佛智慧圆照的，佛眼能照后，也能照前，
俺举个例子说吧，你们谁看见那个眼眉啊？眼睛是照的，你照见你眼眉没有？前头你也照不到，照后后脑勺你看见了吗？这叫智慧啊，智慧是圆照的，表法的。他这个智慧是圆融的，是无障碍的，没有前后的。天观菩萨、普照法界智慧观菩萨、道场观菩萨、普照十方观菩萨、使一切佛障观菩萨、超出一切世间观菩萨、普观普照观菩萨、不可坏观菩萨、持一切如来狮子座观菩萨、普照法界虚空观菩萨，前头是智照、圆照，这十位菩萨呀、啊，行部，行部就一样一样一样的，啊，十地的十度，十观菩萨表什么呢？表着不思动。不思于众生，从欢喜地到法云地，形容着这十观菩萨，形容着十地菩萨，是吧？菩萨的智慧啊，跟佛的智慧平等平等，是吧？十地菩萨跟十菩萨平等平等，嗯，梵网吉菩萨、龙王吉菩萨、一切化佛光明吉菩萨、道场吉菩萨、一切愿海音宝王吉菩萨，一切佛光明摩尼吉菩萨，示现一虚空平等相，摩尼王庄严吉菩萨，示现一些如来的神变，摩尼王床王，摩尼王床王，垂福宝髻菩萨，出现佛转法轮音吉菩萨，说三世一切佛名字音吉菩萨，这句再念一下啊，刚有重复的，这句子太长了，嗯，示现一切虚空平等相。摩尼王冠庄严吉菩萨，示现一切如来神变，摩尼王床王垂福宝垂福吉菩萨，出现佛转法轮音吉菩萨，说三四些名字音吉菩萨。吉呀、啊，就是法吉当间有一个菩萨，不是比丘啊。比丘都是剃了头发的，有什么宝髻也没有。这大菩萨都是实现在家相啊，宝髻，头发上头梳个卷儿，卷儿当中有佛龛，佛龛里头有佛像。如果大家现在到西藏也看不见了，西藏这个中间这个佛像啊，分等级的，四品官能带什么的，超级不行，啊，三品官带什么，二品官带什么，达赖喇嘛不带了，那没有头发他还带上，啊，那就佛了，代表成佛了，佛不带了，菩萨都有，十级菩萨保什么呢？持戒清净，尊贵高尚，这戒为第一，戒为第一。
地菩萨的第二地，离垢地，兄弟，进了佛的境界，明一些诸法，它的体性或者见有相同的，见有不相同的，清净离垢，同一体性，同体，体清净的，离垢的，一切异性入于同，同于佛性。咱一般讲大性，男性啊，女性啊，出生性啊，地域性啊，没有，都是同一性。什么性呢？离垢，离些尘垢啊，无量不同的性体，同入一种总性。人各有性，但是同入一性，同一定境，是表持境界，持境界，离垢吗？离垢就是持境界，一点尘垢都没有了。大光菩萨、离垢光菩萨、宝光菩萨、离尘光菩萨、焰光菩萨、法光菩萨、寂静光菩萨、日光菩萨、自在光菩萨、天光菩萨，全表的光，持戒就发光，发光都证的无声法印，照一切法，迎合一切法，都叫光啊。这就是第三地，发光地，离垢地，垢一离了，全是净德，都发光。一切众生沾着这种光，见着这种光，同时清净，同时清净。从这个光啊，是从自己的本觉、本觉的性体而发出的光。清净到了极点了，持戒到究竟了，净极光生。清净到极点了，光明就生出来了，明就生出来了，所以叫发光地，发光地。福德爽菩萨、智慧爽菩萨、法爽菩萨、神通爽菩萨、光爽菩萨、华爽菩萨、摩尼爽菩萨、菩提爽菩萨、梵爽菩萨、普光爽菩萨，十名爽。爽表什么呢？表精进，慧，有了智慧了，更加精进，向于佛道，向圆满佛道。这叫智慧光焰，智慧发出光，光上有焰，焰火一样的，叫焰慧地。梵音菩萨、海音菩萨、大地音菩萨、四柱音菩萨、三相接音菩萨，别叫法界音菩萨啊，三相接呀、两个三创到一起，这三都是动态的啊。三相接是个什么声音？咱们没法见到的，咱们看三是不动的，这三两相相接的啊。一切法界音菩萨，震一切法海雷音菩萨，降魔音菩萨，大悲方便云雷音菩萨，一切世间苦难为音菩萨。这是出禅定发出来的，到此位的菩萨成难胜地，
南圣地的菩萨，由前头的宴会把一切世间的情，一切世间的有形有相的东西都给它分化了，把一切相都变成了无相，南圣地，这是佛的境界了，佛的境界了。嗯，法上菩萨、圣上菩萨、智上菩萨、福德须弥顶上、福德须弥顶上菩萨、功德三虎上菩萨、明成上菩萨、普光上菩萨、大慈上菩萨、智海上菩萨、佛种上菩萨，这现前地啊，现前地，嗯，第六地现前地，嗯，光圣菩萨、德圣菩萨、上圣菩萨、普明圣菩萨、法圣菩萨、月圣菩萨、虚空圣菩萨、宝圣菩萨、闯圣菩萨、智圣菩萨，这的是远行地，远行地啊，这十位都是远行地的菩萨，实现的啊，继位的菩萨，波罗自在王菩萨、法自在王菩萨、相自在王菩萨、梵自在王菩萨、山自在王菩萨、众自在王菩萨、树集自在王菩萨、寂静自在王菩萨、不动自在王菩萨、势力自在王菩萨、最胜自在王菩萨，嗯，不动，自在不动，嗯，第八地菩萨了，嗯，他把真如离体证得了，证得真如离体了，得到体的圆满，真常宁静，再不动摇。就是真如心完满证的真如心，就不动地。寂静音菩萨、无奈音菩萨、地震音菩萨、海震音菩萨、云音菩萨、法光音菩萨、虚空音菩萨、说一切众生善根音菩萨、实现大愿音菩萨、道场音菩萨，十音菩萨，音是指什么呢？说法无奈，说法无奈，嗯，只有第九地善会地，善于说法，真如体发生妙用，利益众生的妙用。八地不动了，十方诸佛来劝他。到第八地菩萨他不动，不再度众生了，十方诸佛劝他，想要利益众生得前进到说法，利益众生就是要说法。须弥光觉菩萨、虚空觉菩萨、眨眼觉菩萨、无奈觉菩萨、善觉菩萨、普照三世觉菩萨、广大觉菩萨、普明觉菩萨、法界光明觉菩萨、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五百人聚。而第十地法云地，菩萨到了十地满了，他修行的行满，修行的圆满了，到十地时候修行究竟成就了，就成佛了，将近成佛了。这些个菩萨都能成就普贤恒愿，所有他的境界相一切无奈，境界无奈能到一切诸佛刹，现身无量亲近一些诸如来，净眼无障见一些佛神变，
智数无限，以如来成正觉所恒普义，就是到一切如来所，不去而见呢、那骗十方诸佛。像咱们有人说，例如说我们升极乐世界啊，早晨吃饭的时候，到无量佛一头，十佛刹为神佛同学就上供去了，十亿菩萨都供完了，回到极乐世界就在吃早饭、这个都是形容十地菩萨的，像法那个法像云一样的遍满十方，没有假作业的，所有一些肉都归实体。咱们讲究那一段说升到极乐世界，不是你升到就能到十亿佛陀早晨起去供养，但是这是大菩萨境界的说的，他所有一切的智慧离了一些障碍，不要去就能见，不往而见。如果你有神通了，得到这个了，不没正果，你得到天眼了，你能看见这个世界哪一人到哪儿去，哪一道到哪儿去，你都能见得到。我在美国那时候，寿云老和尚啊，连广济茅棚的以前的老方丈啊，他在这做过方丈的。他跟我讲，他在纽约回来到上海，到上海到五台山，看一个老道友啊，住茅棚的啊。老道友就说你某天某日啊，在上海下了轮船了，都谁去接你的？那孙老师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他下船，那人接你送的去。后来寿云老上都没问我，说这位老师傅正得了成道了，我说不见得，不见得，这是一门，一门能得到这个神通，我这事很简单，天人都能看得到的。天眼就能看到，这跟这个境界呀、环境境界不一样的。等这功力融到一定程度上了，有种程度，不要因为这个是了不起，这只是一般成道的一种现象。就像咱们那个高明峰老师老和尚，五台山的鬼抓不到，这故事跟大家讲过，他入了空观了，他这是真空观修成了，不见得是登地菩萨，也不见得说是这是不是了生死了，分段生死了了。还有呢，像这种法身大士所了解的，相距离很远很远。三才童子从初地到十地都证得了，是跟普到弥勒大宝罗阁，大宝罗阁留了之后，他证得跟弥勒菩萨一样。为什么弥勒菩萨还要他成文殊师利菩萨？文殊师利菩萨还介绍他去参拜普贤菩萨，必须进入普贤恒愿，菩萨行等，正得这样子道。佛教深远呐、
不能得少为主啊。如了普贤横了，那些个都跟普贤平等的，在华严会上都是到究竟的位置了，是吧？内造外观，那是正德了，外边就观照，用那个光明智慧演一切法，所以光明无际与智慧光普照一切十法海宫，一切十法。什么叫十法呀？入法界了。如果这一篇的经文说你讲不好讲不通，你给他加三个字，入了法界了，都通了，到了法界都通了，不通没入法界。所以这些大菩萨到究竟都得入法界，以他智慧的光能照明内照外眼。内照是这照是真如实性，外眼一些法，眼一些法空。实性即是空，空即是实性。登虚空界，智慧所行悉清净故。虚空还有不清净的吗？说登虚空界，无所依止。说这五百个菩萨都入世，都入世。随众生心，现色身故。这清净色。现的色身呢是清净色，无有更言，除灭迟疑，被欲辞所障碍，说一入的都除掉了，了众生界无众生故。这明了的众生界呢，没有众生啊，了众生无众生。怎么能说？也学会了，了众生界也没众生，做不到，没证得，说得没证得，心里也如实想，确实没有众生，无等无人。你要这个观修成了呢，就自在了。无等无人观自在啊，非空非色见如来。都是这个含义，把愚痴的难障碍，愚痴的没有光明的光明一照耀了，把黑难都除掉了。说众生界没有众生，这样了的了就明白了，明了了，明了什么？众生界没众生，为什么当虚空？智慧照了呢，以大光明王的造法界，皆有五百声闻众眷悉觉真谛，皆证实际，实入法性，融出有海，以佛功德理解四法，住无奈处，其心静静犹入虚空。与入佛所熔断疑惑，与佛智慧智海深陷其中。这些个声闻可不是声闻了啊，华严除了入普贤菩萨入法界面有声闻，这声闻不是声闻，是菩萨大菩萨有菩萨转由声闻转行化度众生，入了菩萨界等觉菩萨，演甚深法。这大菩萨要去度化声闻，示现声闻相的，就是大菩萨的声闻。那些个声闻靠大菩萨去转化它，让它再深入。你病没了了，你所知的只断了一个分段生死。这菩萨
度生瘟，化现生瘟啊。心觉真谛，皆正真实际，深入法性。那观，观什么呢？观这苦集灭道四真谛啊，都是真正的入佛至道之慧。苦没有，苦没有，乐也没有啊。剃，这国先剃啊，不要苦了，国先剃。剃是理，苦是实。是消除了，国先的威的是理，需求真剃，真的，一真法界剃，现观。啊，西正实地，这是他的真正的佛性，离开一些生灭法。深入法性，深入法性啊，就是一切法等同法性，一切法都是法性，深入法性，要达到一切诸法之理，要深入法性，彻底的进入，国师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兔子。一个马，一个象，三兽过河。三兽过河的时候，兔子在水面上，马在中间，唯有象。像这种生物啊，它做什么都踏底，脚踏实地。象是踏到海河底，河底下走，它把它鼻子立上了。象渡河呢，菩萨。他修的是十道万行，不但出见思阔，连见思阔的习气都要除掉，除掉啊！马呢？这菩萨中的形容着三乘法啊，象渡河就了生死了，就是二乘法了。马渡河呢？就像那个圆觉，就十二因缘，比那兔子就深入多了，象过河就不同了，象不但除的断是烦恼，而要除他的习气，而要证得菩提，象必见其底，达到成佛，算是融出有海。以佛的功德理解十方，连起来说啊，悉觉真谛，皆正实地，深入法性，一处游融出有海，以佛功德理解十方，就在真正见人，不但见出见思惑，要出烦恼惑，一定要住在无奈处，其心呢寂静犹如虚空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与佛智慧智海深信取入啊，这才真正能达到的佛的果德。今天讲到这里。